他最屌的地方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碰客户的总经理的时候，他直接当着对方总经理的面说，要不然你来当导演。张青导演，导演好，嗨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要跟邦彦当朋友呢？也不是这样说的，朋友这种事情不能选择、欸，不是对那些会担心害怕，他可能也想，但他就是怕。有什么怕？30岁以内烂命一条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没差的就去嘛。